不能够见面，也算是缘分。有了它，能变成你想要的样子。我的愿望就是和大帅哥谈恋爱。这根本不符合物理规律啊！你可真是宇宙大爆炸级别的变化，你能动我吗？你是不是抽纸了？我要从头到脚都焕然一新的感觉。 不用慌，啊，他怎么也在这儿？看电影。我这是遇到童话了。都过了，是有代价的。什么代价？你没有发现吗？有熟人爆料您的身份背景，全部都是小姐，您是第三者吗？小心！小心！小心！ 脑子里记忆都是乱的，你不是小心，我只是小心。人总是贪心自己没有，却不懂得珍惜自己拥有。我就想变回去，这一切都变回去。